咱们走了吧，我不上班了，去，明天就开始训练。 爷爷眼睛不好，我和小雨都住校了，哪个来照顾爷爷？如果可以。 我想对你说声抱歉。行尸走尽，来世都烂呀。我被抢走工作的人，还是用我的名字沙微微创立一个新组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这是。